我是刚刚那喝上的212年嘛，9月23号，花莲站，花莲站了、啊，11:47，首排24:15。新竹云发车交南回香港树林了，因为三件行驶2每秒3016。的皮蛋豆藤啊，红色蛋，新人机站号，在我们的花莲站中途站4:18，又能用到树林，11:48，9月23号啊，有278B次的，用2022电用2021普通码，15又要跟那个有3000交费。啊！不要看啊！不要给我拐这边！还给我拐这边！傻眼！11:48，9月23号，15。在花莲站了。来3003了，18次树林发车将花东线开往台东，3:12，3003。它偏豆蛋，红色带型的，然后交易是5次，3016，两个都是红色带型，11:18，9月23号，在花莲，花莲那挺高，10:10，谢谢各位，我下面个妈在门多多对我们打招呼，刚哥再见，麻烦。11:49，9月23号。就那样，拜拜。